洗澡的时候，他脑子里面的东西会一下子变得特别清晰。高考的时候要是允许边洗澡边考试，他绝对不会跟我在一个学校。你们呢？你们洗澡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？轻一点啊，这个视频的声音，耐心一点，这视频声音不错的，感受一下。
去了的。